我现在到了欧斯陆了，现在是9:30，这是这里一间知名的老教堂，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，这应该是西班牙殖民时代留下来的老教堂，很漂亮，它就在海边。这位就是今天带我过来的司机 罗伯特先生。我们去海边走走。清澈的海水，来了四五三次，终于到海了。Yeah.